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上一期买了台法拉利，这一期搞台兰博基尼怎么样？反正我们就是想把这些都给拥有嘛。那兰博基尼里找一台吧，我记得也是有那种免费的，先把免费的先买过来，对不对？免费的哪有不买的道理？这些都是免费的，到时候会买的，慢慢买。我其实这一台也不错，也是免费的。找兰博，兰博就在后面呀。宝儿姐也好多免费的，已拥有，这台拥有了。这是百年纪念，这个是 Urus， 一个叫 Urus， 这个是毒药，然后这三台都是免费哎，哎，这台先买了吧。LP 七百，这台 LP 七百跟我们这个 LP 七百区别很大吗？区别很大吗？我这是史诗，它是传奇，它这操控还好点。哎，它这台操控还好一点，比我这台。那倒是开呀。那我就把这台搞过来，我们搞一个不同的配色吧，对不对？搞一点不同的配色，嗯。搞一点什么配色呢？粉色。你看这个 LV 这酷奇，是不是 me？粉啊，这台银色呢？有银没有银色？碳黑呢？这个这几台？这一台呢？这个一般。那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呀。嗯，好像是。那这个吧，干这个吧，有个尾翼，可以，就它了。有尾翼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尾翼他会不会给我的？还会不给你的？啊，是啊，不给我，好像没给你啊。是啊，我就冲着他尾翼了，结果他不给我，这过分了。他以为你冲着他的外观。混蛋！后面能自己加一个不？不行，混蛋，这是改牌照的，自动升降尾翼，这是。那也行啦。门帅不？好看。哎，这样吧，怎么样？新买的兰博基尼，如何？这剪刀门。帅啊。来，进我们内室瞟一瞟。进。哎。哇哦。这个是喇叭是吧？喇叭就算了。这里的歌还是你自己选的耶。嗯，是的。刷拍一张吗？要的，在这里拍啊。哇，他的烟，这怎么样？你看到了吗？哇，带感。这样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就这样，拍一下。Welcome back 的这个，欢迎回来的这个，帅啊！上来先拍张照。啥？先别干，拍照。定个妆是吧？定妆照。定妆照。嗯。哎，没事。哇，你有毛病是不是？fuck， 真的是，我要找他算账，混蛋！他也撞坏了呀！哎，是那老人在开，看到没？没看到。对对对。
给你看一眼就好。看看，哎，真是耶！圣诞老人在开。你能把他们外观重置一下吗？也行啊、哦。我重置了，他的这个不行，他这不行。圣诞老人居然是开着奥迪车。嗯。去送礼物的。嗯。对他。对的。第一次的。我去。每次都是这个时候有台车。因为我们。逆行。逆行了，对。混蛋，我已经不逆行了，我靠，他们原来是为了这台车让路的。是啊，哎，什么鬼。 Oh no， 我输了，这一次输了，这次输了，主要是有这些混蛋王八蛋帮他，他长了外挂。他开外挂，开外挂。哎呦，两连怼之后。我的车进入一个报废的报销的状态，需要找这个专人来修一修了。到此为止了。